起床啦，嚟嚟嚟，家姐，起身下边啦，好，起埋嚟，起埋。好，睇住嚟。你好，头先接到投诉，话呢度有人打搅，系咪？哦，系我自己打电话报警嘅。你打电话？我太太咧有间私事。诶，医生嚟咗，医生嚟咗，系唔该你哋帮我一齐啊。医生，医生，医生。 你怎么死的？江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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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死的？江
不是说今天我说签就能签的，让他耐心等着，好吧？你装什么企业家呀？你知不知道江子成怎么对你的？他让你到处伺候人，他挣了钱用来养情人，你懂不懂？阿云，你不要傻了。你放心啊，我老唐照顾你。